鞋带，你鞋带松了，来来，这个我帮你绑鞋带。乖乖，张乃馨，太尊敬，太尊敬，不打不打不打。桔梗是要送给夫人还是送给？对对对，桔梗的花语。哇，你的鞋带，你的鞋带松了，来来，这个我帮你绑鞋带。人生就不能跌倒，跟你合照一张，拜托一下，拜托。谢谢郭董，谢谢。穿上上去，穿上。鞋带好绑吗？郭董，绑过鞋带吗？谢郭董。我老婆的鞋都没有鞋带。现在面临到美中的这个经济贸易大战，面对到这个台湾，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跟对岸的大家经贸的这个不往来，所以造成呢，还有日本的这个老化，他的这个年轻人呢。这个在职场上啊，这个、不愿意进工厂，很多日本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要断产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台湾就应该有不同的，还有新南向，那所以说你台湾就必须有新的一个这个自贸区的政策出来。那我个人对于自贸区、自经济的理解是这样子，这个大家把这个问，其实自经区、自贸区最大区别在于说。自贸区是你对外只有贸易，只有对外，没有包括含内销市场。自经区就包括有包含内销市场，内销市场呢就会把农业的这一块带进来。那台湾的农业本身是很强的，我觉得，农业以内销市场为主。我认为要是我来拟定这个政策，我一定会把农业这一块摆在最后，啊，不会摆在，我根本因为台湾的这个外销竞争力在于是。工业产品在工具机啊，在很多的半导体啊，在很多强项，然后再加上软件网络，不应该把农产品是我们的强项呢开放这个市场。我讲的中国是两个中国啊，就是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，有了一中各表我才会承认九二共识，我非常清楚表达。那现在台湾很多的政治人物什么一家亲啊，讲说，哎，这样讲讲看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在这讲掉了，对，你们可以播出去。我相信北京当局也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常常讲，如果连这个都不给台湾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，那么台湾只有越来越走越远，对不对？